这是我家，我怎么自在怎么来。我在家里面平时就不穿衣服的。如果你想住我家的话，就习惯习惯吧。这怎么习惯啊？辣眼睛，你知不知道？有什么？辣眼睛？你干嘛？哎哎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么好的身材摆给你欣赏，算便宜你了，居然还说什么辣眼睛？神经病啊！不干，走开我！我说你看。啊！